三姐，等一下。老爷，什么事儿？给我准备点小菜，让我下酒。好的，老爷，能不能让我把这牛奶给夫人呢？等一下嘛，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。哦，知道了。 老爷，请用菜。好，去吧。<咳><咳> 走，你走，看那边。是，快，快，快点！哎，你没发生命案，你不能进去。处长，对不起，谨言慎辩。来人，把尸体抬出去。 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少爷，处长，少爷，先出去安排一下。小姐，我的孩子，处长您谨言慎辩了啊。可怜的孩子。 我可怜的孩子，我的天心，我的夜蛾，我可怜的夜蛾和天心呐，我的孩子。张太太，少爷，少爷，小姐，她，夜蛾，夜蛾，快走吧，你不能进去。 夫人呢？夫人呢？太想不开了。夫妻吵架是平常事儿，为什么连小儿也一起带走呢？夫人啊，三姐，你说夜蛾是自杀的？嗯，老爷和军官。 他们是这么说的。这可是全城最新款的蓝宝石项链。哦，处长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满意，非常的满意。田书记。 这一件事如果办成了，你就是大功臣呐！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好好的赏赐你的。谢处长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处长，您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怎敢马虎呢？好，好，好。处长啊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好的，好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是，谢谢你了，田书记。 小七，<笑>
张太，你真有心，每个星期都来祭拜我家夫人、少爷和小姐们。今天是他们的尾期了，以后就要等到过年过节才来看他们了。我和叶儿亲如姐妹，孩子们可是我的干儿女，一有空我还是会来祭拜他们的。有你这样一个好姐妹，夫人在天之灵一定也会感到很安慰的。倒是老爷他就只来过一次啊。那个没心肝的人他最近在忙什么？老爷他呀最近啊可忙着呢。小姐，你知道你今晚实在是太美了。是吗？此情此景常在我的梦中出现，可是总是在最美好的时候梦就会醒来。今晚我包下了整座餐厅以实现我的梦想，你就是我的梦想。哼，讨厌，油腔滑调。小倩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美的项链啊。这条项链是全城最好的工匠专门为处长夫人打造的，也就是说只有处长夫人才佩戴这条项链。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送给你的处长夫人好了。哎，我的小倩啊，这条项链就是为你打造的，你就是我的处长夫人呐。我？对，小倩，你我郎才女貌，何不一起共度爱河呢？哼，你说话说得那么好听，我怎么知道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？小倩，何必这样呢？我跟你讲的话，句句发自肺腑，那就像这条蓝宝石项链一样，永恒不变。我从来都不戴项链，可是你说它是永恒不变的，对，那我就不妨戴上它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帮你戴上它。小倩，你知道吗？这条项链戴在你身上简直是天衣无缝啊，你今晚实在是太美了。好好好，谢谢你。这样吧，张老板，我决定了，婚宴的工作就全权交给你处理了。哦，好，太感谢你了。到时候可要把我的新娘子拍得漂亮一些啊。这个您放心，一定。好好好，上位。张老板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先走一步了。好，到时候可不要迟到啊。您放心。好好，再见。张老板再见。喂。哎呦，你想吓死亲夫啊？他们来干嘛？结婚？对啊，他们还想把宴会上的拍照任务全交给咱们处理，到时候咱们一块去。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不会去参加那个没良心的婚宴。你这讲什么话呀？你看不是吗？难得太太刚去世不久，女的先生刚去世不久，你看他们像不像一对奸夫淫妇？你呀，要是我死了你敢再娶，看我放不放过你呀。哼，我哪敢呀，我呀巴不得马上跟你一块儿去死啊。哼，去你的。
真是那个中华的名字，这是他们俩校友会叫中华，是是是，中中，然后他的安静的是啊，慢慢来慢慢，谢谢，然后哎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处长来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啊。哎，吴处长，哎呀，真是谢谢光临啊！您真赏脸啊！哎，给你介绍啊，她是我太太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多喝两杯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张老板，啊，我的婚礼一定要帮我拍得漂亮一些啊。你放心，我有数。好，好，好，非常感激你。好，诸位，非常感谢光临在下的婚礼啊，鄙人深感荣幸，诸位。今晚一定要多喝两杯，你我不醉不归啊。好好好，哎，请坐请坐请坐，各位请坐啊，请坐请坐请坐，局长局长，哎，你好。老爷，太太来了。真的好漂亮啊，真的好漂亮啊。这便是内人小倩，让诸位见笑了。好，诸位今晚一定要多喝两杯呀、啊！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啊，快请坐。来，来，笑一笑，笑一笑。啊，处长，处长夫人，请上座。啊，好，李璐，啊，行，啊。来，别动。来，靠近一点。天明，天佑，你们想死阿姨了？你们去哪里了？啊！金山，金山，你给我们准备糕点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要来，没有准备。你们去那边坐坐，阿姨给你们准备去啊！啊！叶儿，叶儿，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也不通知一声。叶儿，叶儿，你去哪里了？想死我了！我们被困在屋子里，不能出来。要不是有人移动了房内的东西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你。被人困在屋里？你们不是？叶儿，怎么那么傻，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？我不想死。我也不可能要孩子陪我一起死，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想做的。这么说，你们是被人害死的？是的，被害的人不止我们，还有胡秘书。胡秘书？是的，我也是被同一人害死。被同一个人害死？那你们为什么不找他报仇啊？报仇要讲机缘，现在是时候。你要帮我们？我帮你们？无凭无据，我怎么帮啊？我会给你凭据的。
你只要揭发他的恶行就行。秦山，拜托你吧，帮帮我们吧，帮帮我们吧。天明，秦山，天心，秦山，你怎么了？我见到他们了，我见到他们了。你在做梦呢？不不，不是梦，我见到他们，他们告诉我他们是被害的，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。他们还说他们要给我凭证。亲爱的，你太紧张了，别想太多，我给你倒茶来。秦山，秦山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凭据了，这就是他们说要给我的凭据了，你相信了？你相信了吗？怎么回事？都几天了，到现在才说照片有问题，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处长，我会尽快给您修补。修个屁呀、啊！修，要几天啊？既然你这么急着要照片，你要照片都在这儿，拿回去好好看吧。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太漂亮了，张老板，哈哈哈拍得太好了，不愧是专业的啊，哈哈哈，喝过洋墨水就是不一样。处长，让我看一下。看什么看？这啊，好了好了，赶快给我包起来，小倩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你们夫妇俩这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的，这么好还说不能看，明天去我府拿钱吧。好啊，好，给你刷份儿。呀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老爷，我下去了。小倩，我们都结婚了，你还害臊什么呢？啊，把照片拿到书房去。哎，你可要快去快回哦，我在这等你。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尚文，小倩，怎么了，小倩？怎么了？不怕不怕，发生什么事告诉我。照片，照片。不怕，小倩，
可能是有人在搞恶作剧，想吓唬我们而已。真的，别怕，明天我就派人去调查，相信很快就要找出原因。好了，小倩，不怕不怕不怕，这两天一定太累了，我们回去休息吧。来，起来吧，宝贝。好好睡吧。尚文，别离开我，我害怕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我去打个电话，让田书记帮我查一查是谁干的。啊，来。早点休息吧，别想太多了。你要快点回来哦。嗯，我去一去，马上就回来。喂，兄弟，今天街上收到一些谣传，对我军影响极大，特别是影响到武处长的个人生意问题。为了消除影响，减少社会压力，上方命令我们一定要查清楚，以消除鬼怪之术，马上行动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吴尚文，这是军方拘捕令，你触犯军事律法，私保军饷和谋害妻儿两条罪状，
军方下令拘捕我上文回军营接受盘查，不得异议。来着，拿下。是。哎，不用劳烦二位，我没有犯法，自然也不怕跟你回军营。长官，请吧。好，带走。是。尚文，尚文，不要怕，他们没有证据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等我。尚文，你可以看见。就凭这张传单，你就想指控我谋害妻儿？难道这张传单不能是伪造的吗？就算我谋害妻儿，那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报仇呢？再说呀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？难道你还相信这些鬼神之谈吗？好，就当是鬼神之谈。那你和田书记同谋私保军饷的事，你又作何解释？证据呢？证据，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呢。没有，对吗？就凭田书记一面之词，你就想把我拉下水？你未免办事情过于草率了吧？岂有此理！吴善文，怎么样？你敢批评我们办事草率？好。我就把足够的证据给你找出来。好好好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只要这个案子一天不结束，就 你就一天受嫌疑。我就有权扣留你，直到拿到证据为止。你长官，尚文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？哎，这正是我请你来的原因呢。据玉竹城报，吴尚文一夜在牢房里大喊大叫，情绪激动，天亮之后发觉到他神志不清，嘴里还喃喃着的想要见你。尚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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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小倩，小倩，尚文，小倩，我是小倩，小倩，你不是要见我吗？
野鹅。啊！尚文，我是小倩。小倩，小倩。你不要看着我，如果我不陷害你，说你同罪，我就不能得到小倩。小倩，都是你，你这个红颜祸水，说什么不屑不屑做人妻妾，我才害死我的妻儿。夜娥，夜娥，我不对呀，夜娥，是我害死了你。夜娥，我不配，不配做人父亲，也不配做你老公。小倩，都是你，这个红颜祸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就不会害死那么多人。我唯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以免你在祸害人间，祸害他人。你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军事法院通过审判，前处长武尚文三宗罪案如下：诬告前秘书官胡仲华通敌，有请；串谋军中书记田某窥用公款私保军饷，谋害妻子及三名子女，罪名成立，判处死刑。
金山，你看，30年了，一转眼就30多年了。当初你要不是不畏武尚文的势力，印刷了很多揭露他们恶行的传单，才能使叶娥和胡秘书沉冤得雪啊。这传单后来还广大流传，得以劝化后人。劝人少结冤仇，时时回头一看，好啊！咱把它收好。嗯。